你是怎样？刚洗完澡就把那个装饰品摇坏了。都起丝了。什么起丝？你们知道明天是谁生日吗？是小胖胖的生日。要一岁了，变老头子了。哪有变老头？旁边有两个老头子，反正两个是老阿妈，在这里都闻得到臭嘴巴的味道。好了，把嘴巴放掉。你是小 baby 了，没关系，我们还是可以装可爱。啊？喂，啊，你明天还要做什么？钢琴对抗。没背起来怎么办？有背。骗人，好吧，谈谈看。只不过多包容我一下，我要看一下。不行，不准，铺盖起来，铺拿来。考试还看谱嘞。那你先说，你今天小提琴考怎么样？比音乐会好就是。为什么？为什么在状况内？为什么在状况？那你为什么音乐会不在状况内？哈？因为某些原因。什么某些原因？还有嘞？所以你今天比音乐会好多少？好几倍或者好几分？音乐会四分或五分。然后嘞？然后今天六分或七分。这么差那么多，所以你考试不紧张？考试不会紧张，要紧张什么？哦，这么厉害哦！只有几个人在看呢。是啊，哦。只不过都是会音乐的。对呀、啊，那才更要紧张啊！拜托，真是怪咖，而且都是评审老师哎、欸，你不怕评审老师给你打60分哦？哇，受不了，盖子。Thank you.
又这样乱搓一通。哎，我突然发现你怎么把你的凤婆子头发拆掉了？变别的凤婆子，哎，你怎么一直抓鼻子啊？我是因为痒。是拜托，考试要痒再痒都要忍了。头发一直抓到鼻子。哦，拜托。我起不起来了。哎，真是，怎么办？还是一直背错，还是一直弹错？哪有背错？有啊，明明就有，明明就一直弹错，一直漏音，怎么办？赶快再练啊！加油！哇 ，Haki 好安静哦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因为他还在啃那个法式。嗯，好了，赶快练，拜拜。嗯。